你这几天都干嘛去了？我呀，去子秋哥的咖啡店打工了。你去他那儿干嘛呀？以后不准去。你哥过生日的时候，那贺子秋都没来，现在又让你去打工，怎么想的呀？是安的什么心？妈，子秋哥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把人往坏处想啊？每个人每天都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，哪有那么多时间来讨厌我们？你就是被人洗了脑了，你哥也被人洗了脑了。你说我是你们的妈妈，我能害你们吗？怎么就不能听一句劝呢？